歌星可以说是千呼万唤，刚刚从海外载誉归来，现在他的车队已经莅临了现场，我们让热烈的掌声欢迎叶一凤小姐。小平在法庭的现场为大家做名歌星叶一凤因为杀人罪被起诉的详细报道。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到现场旁听的民众非常非常的踊跃，可见呢，这位天王歌星仍然受到广大群众的爱护与关怀。尤其呢，有几位非常特殊的人物也到达了现场，他们都和叶一凤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在昨天已经为大家采访过了，罗华伟是医学博士，也是叶一凤的前夫，是目前国内首席的外科权威。罗先生，您跟叶小姐曾经有过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请您对这桩不幸的事件发表一点意见。我不知该从何说起。你这次来就是为了明天的出庭？对。你相信他会杀人吗？我不相信。你们当初是怎么样离婚的？抱歉，这是私人问题。你认为你们有破镜重圆的可能吗？我没有办法答复你。他跟叶一凤已经离婚3年了，今天特别赶来，可见他对他的前妻仍然怀着相当大的怀念。那么在他身边的呢，是金曼云小姐，这位曾经是企业界的女强人，相信你我都感觉到非常的意外。另外一位是陈耀辉先生，相信大家都听过他的大名，却很难得见到他的庐山真面目。他曾是叶一凤青梅竹马的朋友，也是娱乐界一言九鼎的大亨。他的一生充满传奇神秘的色彩，记者也是费尽了周折才采访到他。年无医用事。对。一凤啊，她是个女生，从小就是，在我的心里面。你们交情很深。嗯，很深。如果他叫我去死，我会的。有这么严重吗？嗯。你相信他会杀人吗？哼，如果他会杀人了，就像我陈小辉一辈子没有亲过槟榔，说给谁听谁不相信。嗯。为了这件案子，陈耀辉先生今天破例出现在法院的旁听席上，显然他对叶一凤的关心并不亚于罗华伟。对不起，对不起，唐先
以为你今天不会出庭旁听，没有想到您居然来了，可不可以为观众朋友说几句话？对不起，该说的我已经都说过了，此时此刻我实在不愿再说什么。唐先生，对不起。各位观众，这位就是唐若仿先生，相信大家对他更为熟悉，他也曾经是叶一凤最亲密的朋友，没有想到今天居然来了。各位观众，本案的女主角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人叶一凤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她虽然看起来憔悴了不少，不过仍然保持着往常高贵迷人的气质。她为什么要杀人？她到底是不是杀人的凶手？相信经过审判之后，真相就会大白了。各位观众，请您继续收看我们的报道。现年26岁，涉嫌杀人罪被提起公诉，其犯罪事实如下。271条第一项提起公诉。检察官对你的起诉，你有什么话说？我认罪。那你承认杀死了被害人？对。凶器是这把水果刀？对。不对，不对。安静，坐下。庭上，当事人他本身并没有辩护，现在不是辩护人发言的时候，请坐下。他是辩护律师，为什么不能辩护？法庭有法庭的秩序，你再不安静破坏秩序，我就请你出去。被告，那被害人怎么会从12楼摔下去呢？被告，请回答。我把他推下去的。一凤，安静。一凤，请他出去。你刚才说的话都是事实？对，都是事实。
这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看守命危，他不肯见我，我问他请最好律师，他也不会为自己辩护，这是为什么呢？也许他太累了，他想休息。本案辩论终结，经十日之后宣判，被告还押。诶，坐下。西医那样要打针开刀啊，就效果慢一点。所以，放心啊，我跟阿喜再跑一趟。哎，我跟他交接好了，要去看电影呢。阿喜，那改天也不要紧。什么改天？你去不去啊？去。看电影可以改天，事情要先办。就再想一句人话啊。阿喜，真是不好意思。阿喜又不是外人，跟他这么客气干什么？对，一凤啊，你的事这是姚辉哥的事，姚辉哥的事就是我阿喜的事，一起过。那我走了。你放心，晚饭以前我一定送到你家去。阿凤，再见。哦，你妈妈好。老板，我今天该领薪水了。啊，我知道。
谢谢。怎么只有2000？还有10000呢？你爸爸借走了。我爸爸？我哪个爸爸？还有谁呀？王重九啊。哦，你看，这是他亲笔写的借条。我告诉过你多少次，这是我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谁也不能替我领。你明明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货，他只是我继父，他不是我爸爸。难道你是个白痴，连他你都看不清楚？你现在气也没用啊，他一大早就来了，差点没跪在地上，连眼泪都流出来了。我实在沉他不过，而且我也不忍心。这是什么话？什么叫不忍心？你拿我的血汗钱去救济那无赖？你们毕竟是一家人嘛。呸！那是因为我妈。我不管，你去把我的钱给我要回来。多少钱？我能不能帮得上忙？不必，你少管我的事。我是一番好意啊，你看看，我每天来捧场。我告诉过你，我不稀罕你捧场。哎，嘿，王老板，你看看，这算什么话吗？一凤，何必嘛？哼，他肚子里打什么主意？难道你不明白？你装傻要装多久？一凤啊，干我们这行的，多少要应酬一下。我不应酬。哎。他有多难弄啊？哼，再难弄我也不来弄到手，否则我林昆山这小开这个外号就算白叫了。是啊是啊。小开，您记不记得我跟您提过明天3:30的事儿？又掉20万？我已经退过2次票了，再退一次票我就变成拒绝往来户了。我已经帮过你不少忙了，你呢？帮过我什么忙？小凯，你也看得出来，我已经尽了力了。尽力有什么用？我要有结果。这一次啊，我一定让他有结果。我们用最后一招苦肉计，一定成的。苦肉计？你说的？我说的，包在我身上。好。20万，掉3个月，利息嘛，您看着办。全都捏在我老婆手上，成不成没有十分的把握。我明白。你明白？你明白什么？除了泡茶馆、赌钱、喝酒，你还明白什么？你不过是个赌鬼、酒鬼。尹鹏，你说阿放尊重一点，好歹我是你的继父。你是吗？你像吗？你是个大男人，不缺手不断腿，你为什么不出去工作赚钱养家？你为什么不赚钱帮妈妈治病？你忘了，我养过你们。多久？3年？5年？那就算完了。我9岁就要利用放学之后去赚钱，暑假卖冰棒，冬天在戏院门口冒着北风帮人家看单车，我赚的钱全交给你了，这些你难道都忘了？一凤，好歹我们是住在一个屋檐底下，总是一家人。阿姨，我不管，你把10000块还给我，那是这个月的生活费，我还要帮妈妈买药。我用掉了。用掉？好轻松的一句话，好没良心的一句话。妈妈真是瞎了眼，当初为什么会带着我嫁给你？姨夫，妈。药太吵了，看在我的份上，要是看在你的份上，要看多久？一辈子。妈，这个月怎么办？要去借钱？再想想办法吧。老是这样下去，办法全都想绝了。一凤。一凤，是雅慧送草药来。一凤啊，
那些药好像不怎么管用哎。妈，吃中药不能急，阿喜说好几个人吃好过。半路上碰到阿娇，跟他走啊。真不好意思。没关系啊。哎，你跟你妈讲，我不进去啊。我妈叫我替她看病难堂，啊。谢谢。对了，小辉，有事情要请你帮忙啊。哦，这是大雄他们嘛，今天约我在茶馆见。啊，要出差？哎呀，实在是没办法，今天是最后一天，要是不给他们，那难看了。你，我叫你不要跟他们赌，你，哎，小辉，看在一凤的面子上。说多少？42,000。你他妈是凯子？小辉，这种事你总不能一毛不给，嗯？我只有10,000，如果你出面，也许啊，好吧，看在一凤面子上，最后一次。嗯，来吧。阿娇啊，今天大概不会来了。他不会不来，他也不敢不来。啊，我听说他有个女儿长得不错，王老就把她当成摇钱树了。哎，大雄哥来了。看样子他大概把钱凑足了。那是最好的。老舅，哎，来，一起来喝茶吧。来，坐。我外边来一个朋友。杨辉，哎，对，杨辉，我的朋友。杨辉，杨辉哥，坐一下，哎，杨哥，好久不见，杨哥，都是好位，好久不见，坐，老板，嗯，再泡个壶茶来。好，马上来。不必客气啊，两位哥，抽烟。两位，进来。谢谢。小辉啊，你难得来一次，今天怎么有空呢？来给大雄讨个面子啦，都是老朋友了嘛，何必那么客气呢？他在你那儿输了42,000，有没有这回事啊？姚辉啊，是他自己手气不好，没人动寸子啊，不信你可以问问他。我不是这个意思的，输了钱总要付嘛，不过看我的面子，打个折怎么样？你老个出面，我也没什么话讲。一句话，爽快，打个对折，零头不算，付你20,000。姚辉，你们交情很深。不是他，是他俊。啊，女朋友？也不算，算是自己妹妹一样。那我就没有话讲，姚辉啊。你一句话准。哎，姚辉啊，
有10000呢。先给我吧。大强啊，先付10000，另外10000算我，明天叫阿喜送过来啊。你怎么好意思？你爽爽快快给面子，我雅慧总不能砸碎，对不对？事情就这么办。不过啊，有件事啊，我要郑重的拜托。什么事啊？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让他去那边赌，否则啊，你就是看不起我。哎，不敢的，一句话。那批鳗鱼苗，我决定退货，大不了定金不要了。嗯，好。马来西亚那边有电报来，那批木材下个礼拜装船。另外叫陈副理跟老于联络，那块地我要了。对，有消息马上给我回话。喂，小开。嗯，小开。哎，陈小姐。小开，老板娘在里面。我知道。陈小姐，有件事我想跟你谈谈。什么事啊？哦，我有一个朋友有点困难，想跟我要20万。20万？哎，别急，听我说。哎，我这个朋友啊，我老婆不喜欢他，所以我不想让我老婆知道。不行呢，那些船票支票都要经过他的手亲手盖章的。哎，你手边总有点周转现金吧？那是零用金，总共才10万块钱呢。你要现金干什么？没什么。有话进来说。我交代过，不准你直接跟会计有金钱来往。哼，你忘了，会计可不敢忘。我有急用呢，你又不会调给我，除了找会计，我还能找谁啊？什么急用？西餐厅王老板，明天3:30。关你什么事？朋友嘛。朋友？哼，我看啊，全都是些猪朋狗友。曼玉，讲话不要这么难听嘛。怕别人说，就自己争气点，做点像样的事情给别人看，别人家当面叫你小开，背后却叫你窝囊废。曼玉，你怎么，我说错了吗？我走了。当然赞成华伟在台北发展了，你想想看，留美回来的医学博士留在我这个诊所里头能有什么作为啊？我想多陪陪爸爸。笑话，从你妈去世以后，你在台北读大学出国留学，这些年我需要你陪了吗？叔爷，你的意思呢？我没有意见。哦，对了，淑媛第一次来，家里什么都没准备，不如晚上我请你们上馆子吧。不了，爸，淑媛在火车上已经跟我说好了，她久仰我们这里夜市的蚵仔煎还有担子面，她一定要先尝一尝。哦，我懂我懂，我就偷个懒不陪你们了。华伟，好好招呼淑媛。你输了，你输了，又你输了。
看那一个人。谁呀？是罗医生的儿子，是我们镇上最会读书的那一个人，听说去美国留学，现在又回来了。他是他，我们是我们，他活在天上，我们爬在地下，不要管他。把木材厂交给了你，半年不到，你亏空了500多。这个洞是谁给你补的？不错，是曼云。可是，那只能怪我运气不好啊。不能够光靠运气呀、啊，你要有本事，还要勤快、啊。俺们家有那么多事，一不小心就都有牵连。你。你根本不是个做生意的材料，爸，你不能跟他们一样，一辈子瞧不起我。我不是瞧不起你，我是，我是痛心呐、啊，我生错了儿子，幸亏我娶对了媳妇。是曼云回来了，爸。哎，回来了，今天怎么样？还好，曼玉苗我决定退货，回头吃饭的时候我详细跟您说。好，你先去休息，休息一下。你们究竟还是夫妻，20万又不是什么大数字，去好好跟他谈谈。爸，去吧。说过多少次了，我卸妆的时候不喜欢人家看。不看就不看嘛。爸爸答应调给你20万了没有？那你还是要找我？我们到底是夫妻吗？好，20万我调给你。真的？不像你说话从来不算。曼玉，其实我们两个之间真应该不必多说了。你知不知道你有个老同学回到镇上来了？老同学谁呀？罗华伟。哦，他回来了。回来又怎么样？怎么样，你们在高中是好同学，却为什么会差那么远？哎，他后来学医，我做我的生意，当然差得很远了。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他现在见到你的面可能都不认识你了。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你净交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人家现在是医学博士了。不会吧，老同学感情还是在的吗？我看不见的，也许人家表面上应酬你，心里根本就瞧不起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是好意，跟一些高水准的朋友来往，对你也有帮助。哎，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比方说，人家难得回来度假，你该请人家到家里来坐坐，吃顿便饭什么的。问题是，怎么样？问题是，你请得动人家吗？笑话，老同学哪有请不动的道理？吹牛。曼云，你也太瞧不起我了。过两天我就请他到家里来吃饭，我要你作陪。小凯，您喝茶。哎，这120万的集齐支票没划线，我老婆亲自开的。啊，是是是。小凯，这利息方面免了？免了。哎，小凯，您真够意思啊！哼，我够意思，你呢？这您放心了，今天晚上包在我身上。我有事。坐坐坐。一峰，我不得不跟你说实话。嗯。我这家西餐厅啊，快做不下去了。最近一个月连20万生意都做不到，我一直在赔。我已经尽力了。我知道，一峰啊。比方说吧，这个小开呢，他是一个好客人，他不但有钱呢，而且花钱也很大方。这每天可以带很多朋友来捧场。我知道。以后他可能不会再来了，眼看着我这家西餐厅就关门大吉了，说不定啊，还得把这家小西餐厅卖给他呢。你希望我怎么做？其实啊，也不难。他来的时候呢，对他友善一点，陪他喝一杯，聊聊天，坐一坐，偶尔他请你吃个宵夜什么的呢，你也不必拒绝，这样岂不皆大欢喜吗？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那后果真的很严重，说不定我会找个别人来唱，甚至我会倒闭关门呢。总而言之，如果我不对他好一点，我就会失业，对不对？这么说那就太伤感情了。我只问你对不对。这个嘛，也可以这么说。好，我现在就去敬他酒，怎么样？嗯，那就是更好了。叶小姐，小开，王老板要我来敬你一杯酒。不可能，不可能，只要我敬你酒，你肯接受，这就是我的荣幸。哎，来来，这有酒，这有酒，来。我先干为敬。好，我敬你。